们好，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进入中国历代服饰赏析。那么在讲课之前呢，我想问问同学们，最近有很多的电视剧啊，包括有些历史剧，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感兴趣，比如说《芈月传》啊，《琅琊榜》啊等等。那么每一次的这些电视剧播出之后呢，在网上都会引发很多的争议，有好的，但也有很多的质疑。比如说我们讲那个武媚娘的那一集啊，唐三代而亡，女主武氏代之。很多人就说为什么呀，在当时贞观之治的时候，在这个武则天的时候，是不是就穿的那么暴露啊等等啊，甚至有质疑一些编导或者是演员在这方面缺乏中国历史知识。所以我相信呢，随着这个国学的发展，现在人们对中国以往的那些文化历史越来越感兴趣。那么本次课程呢，就希望从历代的服饰的角度来诠释中华文明怎么从古到今一点一点延续过来，而且这5000年的历史这样源远流长，一定有它背后的道理。所以呢，我想花一点时间先把这门课的梗概给大家呢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课程的名称，这个名称呢中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叫历代。那么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不一样的地方呢，西方文明有很多的更替，分分合合啊，一个文明覆盖另外一个文明，但是中华的文明呢延续了5000年，从上古一直到现在，文明一直不断。为什么呢？为什么？所以这个跟很多西方的哲学家对中国的这个文明都深入研究，就觉得中国一定有它背后的核心价值观和西方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所以我们本门课当中用历代也是有它的含义的，也就是说从字面上来看，朝代不一样可能就意味着服饰有更替，这在其他的国家呢其实是很少见的。比如说我们讲的西方的时候，往往讲时代不讲历代，有的时候讲某个时期，比如说巴洛克、罗可可时期，但是很少有历代啊，因为它没有历代，但中国有啊，所以说这个一定是我们理解这门课的一个关键词，就是说历代是一个时间的分割点，但是它背后一定有它文明的啊，或者是政治经济上的内涵，才把我们的服饰按照历代来分割，所以这是一个关键词。那么围绕这个关键词呢，我们就有三个问题，就三个问题。第一个，中国服饰发展为什么用朝代来分割？就真的是到了从汉代到了南北朝，它真的就不一样了吗？那么从隋朝到了唐朝也不一样了，从宋朝到明朝也不一样，为什么？有必要吗？谁来主导这一次东西？所以说我们在发展史当中是用朝代来分割的话，它一定有它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因素，这也是我们讲课的重点。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看到很多的电视剧，包括我们刚才讲的，都会诠释当时我们对待服饰的穿着为什么会有争议，就是说你穿的对还是不对是最大的争议，这个场合对，这个身份对还是不对啊？那么也就是说历朝历代一定是在服饰上是有规定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其实深层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争议啊？现在的历史学家有的说是对的，有的说是不对的，也就是说其实中国历代的服饰规定它执行还是没有被执行，也是另外一个层面的社会问题，也就是中国的礼制也好，中国的法制也好，它是一个文条文性的，但是中国在历代当中它又另外一个现实层面的执行还没执行，其实也是个问题。所以第二个层面的呢，就是中国历代的服饰是否真的被执行啊？我们来探讨一下。第三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可能同学们在学完课之后要引发思考，乃至于在后续的学习当中引发你对中华文明研究的更深层的一些兴趣呢，就是第三个问题，就是中国历代服饰上能不能看到中华文明的意志啊？这三个问题我想呢应该是我们要围绕这门课要事先设定的一些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点点展开一下啊，就是说中国，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中国的服饰为什么
是以朝代来分割。那么大家都知道，一个政权成立啊，一个朝代总归有它的治国方略，有它的方法，有它的路径，有它的核心思想。那么大家知道，中国五千年从夏商周开始啊，尤其周朝以后，中国就逐步建立了以儒家为主的一个治学思想。思想对法律的影响至关重要，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各种思想灿若星汉。然而，对法律制度影响最深的，首推儒家思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仅仅处于一种理论形态，并没有得到官方的采用。秦朝崇法，汉初上道，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才被历代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并以其忠孝仁义等价值观念作为治国立法的蓝本，两千多年不曾断绝。那么这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呢，对于朝代的更替，它是有一整套完整的学说。那这套完整的学说呢，其实在汉武帝时候的董仲舒啊，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个天人问策啊，在这当中他就讲得非常清楚，一个朝代的更替，他为什么要更替，他有他的合理性啊，所有的政权的授予都是上天的意志，但是为什么授给你家，授给了刘家而不是李家，那他一定有他的一个说法。所以呢，在中国历代的时候呢，每一个朝代它的合法性都是要向世人去诠释的。汉朝的刘邦他成立之后，他就要急于的来向人家证明，我的朝代是顺应天意，同时我为什么会代替秦朝，一定有它的合法性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呢，就是有一套 一整套这样的学说。那么体现在服饰上呢，就是中国历代都有，每一个朝代都有改正朔易服色的思想，就是每一个朝代来了以后，正朔嘛就是历了啊，就是你的日历年历要改，第二个呢就是你的服色要改啊，所以每一个对服饰的规定呢，其实隐含着背后他要诠释他政权的合法性的思想。所以这是第一个，为什么中国历代的服饰都可以，中国的服饰是可以用朝代来显示的。所谓的改正朔啊，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改变历法啊，改变历法。我们讲每年的一月是正，朔呢是每年的第一天。那我们知道夏历一般是一月份为正月，对吧？后来呢就改了，那么到了汉武帝以后又改回来啊，等等。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什么时候天从哪一天开，每年的哪一天作为这个世界的伊始，对一个朝代来说是它的证明的时候。啊，是他证明的一个方法。第二个呢，就是易服色。那这里的服色其实不光是以服饰的颜色，其实也包含一些呢车马。所以说，中国历代王朝的那些帝王们出去之后呢，他的所乘的驾数啊，驾驭，然后他有几匹马，然后他有多少番骑，有多少排阵。那么后面历代都会叫卢布制，一出去之后他的仪仗是怎样啊？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服色。啊，那么服饰的颜色是最最重要的。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讲为什么我们会以历代来作为本门课程的一个关键词，也就是说历朝历代一定会带来的服饰变革啊，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那随着这样这个课程的开展呢，我们总共大概分20多讲来诠释从中国的殷商开始一直到满清结束这么多3000多年的历史。那么有同学要问呢，你为什么从殷商开始而不是从夏朝开始？这个呢，因为服饰史啊，它是一个物质文化史，因为它需要有一些实证的东西，当然也有一些典籍啊、史籍来表达这当中的一些资料。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夏朝目前呢是没有文字发现的，那么它的记载所限呢非常少啊，再加上出土文物当中也有很多是没有一些服饰方面的一些实物，所以对我们的这个研究呢造成了很大的一个空白。所以我们这个课程呢是从有文字开始的殷商开始作为第一讲，一直到满汉啊，满汉结束啊，就清朝结束，这个当中大概有20多讲。课程内容呢大概就是这样啊，我们每一次呢都有一个小的主题，以便于我们理解。
们的授课内容呢，应该是有这么几个特点啊。第一个是以时间为轴，就是从上古的殷商开始，一直到满清结束，是以时间为轴。那么这个轴上的这个点呢，就是历朝历代啊，商、西周、东周啊，春秋战国了，对吧？然后秦汉啊等等，是作为这个朝代呢作为一个轴点。那么第二个内容讲课内容呢，就是依附在各个服饰体系当中，它所反映的那个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宗教的一些背景。假如说这块弄不清楚的话，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到了唐代之后我们的服饰就会变成那样啊，而在汉代的时候我们穿的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各朝各代服饰体系所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啊。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既然以时间为轴，从上古的啊，公元前16世纪商朝开始，一直到1912年这么长的时间，它一定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所以我们这个第三个内容呢，还是要注重服饰形制的一个演变。这样的话我们回去就不会搞乱啊，就是说明明是汉代的时期的你要演绎的一个东西，结果出现的是唐代的服饰，这个就是国际笑话。所以作为讲解的内容呢，大概也是这样啊，我们时间框架，然后在这当中重一点诠释的是形成服饰体系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然后我们要注重的呢是服饰整个的一个演变过程。好，再来讲讲学习这门课的方法啊，的确就是中国服装史啊，浩浩几千年，而且我刚刚讲服饰作为一个很难保存的一个物质文化呢，其实我们很多的都是空白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夏朝就几乎是一无所有，那么是即便是商朝我们也看不到实物，也仅仅是通过一些出土的不易腐烂的比如说陶俑啊，来观察推论一些服饰特点。当然我们最最需要的还是什么，是有实物啊。当你出土了一个实物或者保存了一个实物之后，所有的推论应该都会终止。所以我们在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当中第一要素呢，当然是能发现实物啊，发现实物。这里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三幅图，左边两幅呢就是我们解放初啊有国家组织开发的万历皇帝的这个出土的文物，最左边的这个就是他的一个衮服啊，他穿的，中间的呢就是他戴的所谓的冕冠啊，冕冠。那么右边的一幅呢其实是比较早的战国后期的楚国出土的，这个是迄今为止啊，迄今为止我们出土的丝织品最早的实物，这都是非常弥足珍贵的。因为拿到这些实物一看，所有的纹样款式啊都一目了然。所以呢第一个我们要注重的就是看待实物啊，如果我们要学习的话呢，善于去查找一些资料是反映实物的啊，有实物验证的这个资料。第二个方法呢应该就是一些史籍了，而且目前为止在服饰研究当中可能是最重要的。我刚刚讲我们的实物毕竟比较少啊，可能我会借鉴一些其他的方面的一些要素。那么史籍就是反映当时这个朝代的一些活动啊，一些活动包括从汉代东汉以后呢有一本啊叫鱼服志开始慢慢出现。那么鱼服志呢就是专门记载王朝或者贵族在各种礼仪场合所服用的服装以及他所称的车舆啊，这个是最最直接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二十四史，如果加上清史的话呢就是二十五史。这个二十五史当中呢就是用一些事件描述啊或者人物传记来表达当时的情况，那么这个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些衣冠服饰啊，可以作为一个参考。而且呢我们说这两种典籍啊是不一样的。我刚刚前面讲的从后汉书开始有鱼服制呢，它是专门针对服饰制度的典制，也就是它是规章制度。但是我们前面其实我一开始就提到中国啊很多的时候它去修这个鱼服制的时候一个目的其实就是证言，就是我有一套制度我一定要表达出来。啊，然后这个表达是他对这个政权的理解以及他所崇尚的，比如说很多后面的一些朝代都希望复西周的古，
所以他说因为附了西周的骨它就是正宗，所以呢他们很多的是要把前期的一些东西把它修正，然后用自己来用，然后归纳到他的鱼符制当中。但是是不是执行了呢？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并没有执行。为什么？就刚才我们前面看到万历穿的那套衣服就跟他所记载的服饰制度是有差异的。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的是备而不用的，它只是表达一种东西，并不一定去实施。但我们很多的还是要了解这个历史，要还原这个历史的话，我们希望它是真实发现的，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反而是史记类的一些东西啊，是表达的是当时真实存在的东西。所以呢二十五史是逃不多的。所以凡是研究和学习中国服装史的人一定要了解这个二十五史，从中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验证当时是不是真的执行了鱼符制。假如没有执行它到底穿成什么样啊，所以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文献了。除了这个我们前面讲的文字材料之外呢，是属于视觉方面的材料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历代的一些书画，还有一些砖画，还有一些壁画，还有一些雕塑等等，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材料。这些人物形象因为他的着装呢都是反映当时的一个现实情况，各个阶层的，所以资料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非常的丰富。所以如果我们去研究或者学习这门课程的话，不仅仅来听我的课，可能更多的要从我刚才列举的这三个资料当中去充实自己的想法。因为历史问题有很多是存在争论的啊，也就是我这堂课所讲的东西它不是唯一答案啊，即便是现在是对的，可能未来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随着史料的不断丰富啊，考古的不断发现，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颠覆性的甚至一些颠覆性的结论。所以希望同学们呢在听我课的同时，不要仅限于我在课堂的一些讲解的知识，而是自己啊能够去深入的了解一些史籍类的文章，然后去看一些考古的发现，再去看一些其他视觉方面的一些资料，来归纳总结自己对待那个年代的服饰的认识啊。希望同学们能够从这门课得到一定的启示，更重要的是对待中国五千年文化的兴趣，以此为基点来增加后续的一些研究，扩展自己对史学的这个理解啊。那么接下来呢，最后我们给大家推荐几本书籍啊，以便大家呢能够深入的了解它。第一本呢就是华梅老师的中国服装史，这个作为教材呢普遍被采用。除此以外呢，我建议大家读的一本书呢就是沈从文老师的一本书。这本书呢是有非常详实详尽的考古发现啊，他的所有的我曾经说他的这本不是著作而是一本研究材料。他所有的这些观点观据证据都是来源于他当年在博物馆的时候对这些考古的一些史料的发现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其他的呢还有几本啊，这我们上面都有。另外我还建议一些扩展型的书籍，比如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因为我们会讲到一些历朝历代的治国方略、治国思想啊，它背后的政治经济史甚至哲学的一些思想，那么希望大家有所了解，这个叫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先生的。另外还有一些美学方面的，比如说宗白华的意境啊，另外现在大家都比较热，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啊，蒋勋老师的，他是有一个叫中国美术史啊，不是红楼梦，他讲红楼梦比较有名，但是我这里推荐的呢是中国美术史啊，非常好。最后一本呢是钱穆的啊，中国历史研究法，这个希望大家可以在阅读之后呢理解整个课程的架构，理解我们所讲的知识呢有一定的帮助。好，这一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